得，咯噔咯噔。好，这样可以。转不过去了，来那个秀。我靠！哦，不能被这个锤、欸。差一康，我本来可以再多叠一康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一下不能被锤到，这下被锤到亏很大。那、啊、这边叠珠 一回就要做出来了。5000多，他打10000，就15000，还 OK， 还 OK， 还 OK。赶紧给我把它弄过去啊！你不弄过去就死了。啊靠！被烧一康，再一个！哦，你妈妈的嘞！干，那两个叠在一起啊！两回合。火珠我不消。消木珠就好，故意的哦，故意的哦，因为我只要再打两下就好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只要再打两下就好，所以现在 挑水珠打一下，他没该丢了，对不？强化腐蚀盾哦，我缺暗腐蚀。糟糕，刚好被死掉了。欸，我会死欸，不能开技欸，我不能开技欸，好笑了，这妙了。真的要会配技欸，不然会 GG 欸。哦，有安抚死。妈呀！干，这是啥？什么鬼啊？没有转珠的龙队，超危险的。那下一关还有个强化腐蚀盾。这一关打14000，下一关 CD 4，14000，可以撑欸。要配技了，现在要配技，不然太危险。外暗珠，外暗珠啦，林老师嘞、欸，一万多，刚刚算过10000多嘛哦。欸，不给我5颗暗珠呢，他死都不给我欸，死都不给呢，死都不给呢。
哦，终于你肯给了，你他内内终于肯给我了，干，这个太刺激了。下来，过来，不要跟我断案珠哦，那个断案珠就太离谱了。妈妈个逼耶！哦，打的他妈超刺激了，不给猪就是不给猪啊！绿一下，绿一下，不急啊，这时候不急，真的不急。你有强化猪归有强化猪，可是这时候真的不急，急了就死掉了。然后强化猪躲在超下面，你看到？我还可以让他一回了，林老师。开。龙科脉动。沙旦只有优格、暗渊龙、新手，你看我把配出来吧，因为我刚才是超紧绷的，没办法。三五画墙不好了，不要再搞了，真的，已经死那样了。对啊，这种关卡就是这样啊，看那种天降乱七八糟的，那真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哎、欸，烧他，烧他个小巴掌，别小看这五 D 哎、欸，搞不好因为这五 D 我就更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不信哦，我也不太信。得，嘎噔嘎噔，嘎噔嘎噔嘎噔，左下角，怎么做啊？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，记得要分享。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